好吃怎么讲？嘎苏埃。嘎苏埃，很香。芒西塞。芒西塞，好喝。阿耶纳努门。啊，再一次。阿耶纳努门。纳海耶。纳努门。纳努门，纳努是喝酒。对。啊，喝喝纳努是喝。酒怎么讲？巴。巴。那个，大肠，猪大肠，肠子就好，肠子怎么讲？底拿埃啊？那如果说方西塞底拿埃，可以讲香肠吗？方西塞底拿埃就是香肠嘛，很热怎么讲？法勒代，法勒代，法勒代瓦柱就是热狗，可以这样翻吗？对啊。哦好，那个你们闪电怎么讲？嗯，闪电那个光不是雷哦，那个怎么讲？比迪利，比迪利，因为那边有电光部落嘛。对对。那个雷怎么讲？棒那个声音。打格楞爱。打格楞爱。啊，风。闪电就是比迪利。哦，风怎么讲？法力。法力。哎，那你孙子有几个？现在外孙十二个。哦，有在教他讲阿美语吗？有啊。有没有很厉害的？都是有住部落还是全部在外县市？刚进外县的。都在桃园吗？还台北？他在那个。还是莺歌、戏子、树林。那个。麦寮。你们没有去采萝卜吗？我有采萝卜啊。哦，很多。它是固定时间随便你采。那固定时间呢？有点开放啊。就是开随便。不是那个时间内自由采多少这样。看你自己啊。哦，那你回去都煮什么？随便吃啊。会不会做那个萝卜丝饼？要晒干了。你要做萝卜干呢、啊？你十几个孙子孙女哦，那你生几个孩子？一个。两男三女。那我问吃的哈，辣椒怎么讲？干妈母赖。干妈母赖。赖。生姜。嘎鸡巴。啊？嘎鸡巴。嘎鸡巴。哦，嘎生姜叫嘎鸡巴。花生，胡拉杏，胡拉杏，胡拉杏，玉米，阿里赖，阿里赖，那这个萝卜有讲法吗？塞稻，塞稻。那如果是红萝卜呢？刚刚爱塞稻，刚刚爱是红色，红色啊，黑色怎么讲？冰爱，我冰爱。国地爱，白色。国扎赖。国扎赖，黄色。咖喱喱外。咖喱喱外，绿色。啊？绿色。干拉外。干拉外，天空的蓝色。海。就是。海就没有分那个蓝色。哦，就是也是绿色那个。就是、透明怎么讲？那个水很干净，很透明，透有玻璃透明，啊、透明怎么讲？透明，像那个玻璃跟水很干净，看得到下面。宝特瓶也是透明的。迪纳拉外。啊？迪纳拉外。迪纳拉外。哦，那你们平常是做什么工作？种水果吗？还是种米？我就是在外面工作。哦，从外面回来，放假回来。家里啦，有工作去做啊。哦，就是做那个临时工这样。对。哦。就哪一？学校就去啊。哪一方面比较多？工程的还是做农的比较多？工地的比较多。拔生姜。啊？拔草，拔生姜。哦，拔草。种高丽菜，采收高丽菜。那最远到哪里？出路。哦，出路。出路。哦，都几乎在台东境内。都兰那边，哦，都兰那边不是，出路、啊，那边也是台东啊。对啊，往台东南那个南航公路的，哦，不是，
中横公路。那你从以前都这样工作？对啊。哦，好，那那个，那你自己会用手机录影吗？我。这个手机自己会不会拍自己？你有在用 LINE 吗？那有没有拍了传给孩子？你的母语拍了传给他们？哦，旁边那个是你老公哦，戴眼镜那个。那这两个都不是老公。哦，那你跟谁来？我坐车。不是你一个人来啊？我们很多设计很多人来啊。哦。后面都还没熟，都你们部落的，哦，部落都是原住民。你说德，你那个德高，刚刚那边在卖那个是客家的柜，是汉人跟阿美族一半一半了。这个我没有去过。那边阿美族很多吗？你说在哪里？德高。我刚但是那边在卖那个卖柜卖什么都是好像是汉人在卖，也是德高啊，而且德高也有一些汉人，德高汉人多还是阿美族多？还是一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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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好，那你们等一下，我们这边的那个平地人都是客家哦，都是苗栗人。那你也会讲一点客家话？那你有没有教他们讲阿美语？谁都讲国语啊。不是有时候文化输出一下嘛，有时候教他们。啊，有时候有讲说说笑笑。啊，那你平常休闲活动是做什么？然后就唱卡拉 OK 啊，还是年轻的时候有，现在老了。种花种草这样。有工作就做，反正没事了。哦。那这个活动是中午就结束啊？嗯，这个活动是中午就结束了。哎，等一下要去摸彩了。哦哦哦，你在等摸彩啊？接他。难怪你没有走。他在那边买手套，就说那个10块钱袋子的手套。啊、那就可以摸彩。啊，摸彩就可以买这个东西。哦，那个摸怎么讲？嗯，比如说摸小朋友摸。阿迪万。米阿迪万。哦，那个现在很热哈，很热怎么讲？法利带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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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冷呢。新拿外。新拿外。很难吃怎么讲？多嘎嘎色。啊？多嘎嘎色。多嘎嘎色。哦，那个，很甜。杜沙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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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乌沙奈。哦，乌沙奈。很苦。阿能而来。阿能而来。很酸。阿吉吉麦。阿吉吉麦。哦，那个很辣。很辣。阿泽嘎海。阿泽嘎海。很，你们那个喜酪很咸，很咸怎么样？嘎吉赖，没有味道，没有味道。祝嘎方谢谢，祝嘎方谢谢，祝嘎方谢谢。那个味，怪怪的怎么讲？就是说那个味道怪怪的，怪怪的怎么讲？很奇怪。有时候不知道放什么东西，味道怪怪的。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可以怎么形容？怪怪的，就讲不出是咸还是辣，就怪怪的。古鲁玛古哈那，古鲁玛古哈那，古鲁玛古哈那，味道怪怪的，怪怪的。那个，他说有时候讲说你很奇怪，莫名其妙，阿美族话怎么讲？什么呢？就说什么呢？沙玛根嫩素，沙玛奈吉素，沙玛奈，沙玛奈吉素。你是什么奇怪？啊，那个唱歌怎么讲？阿美族人会唱歌，唱歌。罗马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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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还是六？六还是六？六，罗马六。罗马六。哦，那个阿令的姐姐也会唱歌。